咱们都是客厅咋的？住啥子的？若娃镇的啊。若娃小啊，小娃了啊。这不你表我啊。我打瞌睡了啊。嗯。多少也坐着啊？我坐坐着。来啊。我叫你这走，这人后头就来了，是这。水龙头这几天太冷了，给它弄一包树叶遮挡住，不然早上起来就冻住了，没有水了。有些忙，没事没事。给娃提的花轿啊。坐摸就摸，快我们去坐车，快点。我想你去家学校，我得去你爸爸来哈，进去想你去了。你说你走了又一下啊，我说你，还柴火淋漓。吃饭了呀？好吃啊，咋说去啊？好吃吗？这个锅米饭啊，嗯，哎，好好好。过些了，做好了，我今早来不加急才说嘛。嗯，我一盘锅了。加急。走。哎，踩着我不咋。走，踩着我。哎，这样后面很冷。我七点半，我的伙子在那块。你七点半？哦。啊，这哪天我太长了，妈咪。辣椒。哇，土鸡蛋。不吃，还不吃？皮吗？这个礼拜不回家吗？肉吃吗？我的手热天吗？哎，这还小的就两天还倒车的人呢。啊，你啥米饭了？这辣椒米饭没？哦、子飞，你不吃吗？又来吃它。我也吃过，在学校。告诉你们。你的学校还有饭量的吗？嗯。你吃是啥？那怎么以后中午就光回来了？你猜是啥？土。空气。空气不也能喝饱吗？西北风。嗯。